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乐乐老师，又要开始新的单元的学习了哟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哎，做好了。那今天我们来学习什么呢？我们来学习例题一，用方向和距离来确定物体的位置。那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看，这是一幅什么图啊？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图，雄赳赳的，对不对？是一只公鸡的样子。那你能够分辨出哪里是东，哪里是北，哪里是西，哪里是南吗？能。那我们来画一画。首先呢，画一个十字架，这个方向代表的是什么？东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方向呢，代表的是西方，这个呢是北方，这个是南方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，如果说我这根线是画在这个位置，你怎么来描述这根线的位置？说一说。这根线我们就可以用东北方向来描述，对不对？好，同样的道理，这样呢我们可以用西北方向来描述。那有同学可能会说了，老师，我可以说成是东北，但是能不能说成是北东呢？啊，说实话，严格说来，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习惯把东和西，哎，就是说成第一个字，所以大家就按大家约定成俗的方法来说啊，这个是东北，这个是西北。那么这个，如果我画一个点呢，这个是什么方位？这个点在，先说西啊，西南。那这个点呢，东南。好，大家你们会了吗？应该是会了啊。那好，我们来接着来看。哎，有一位妈妈呀，她坐在电视机前呢看新闻，她看到一个什么新闻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目前台风中心位于 A 市东偏南30度方向，距离A 市600千米的洋面上，正以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沿直线方向 A 市移动。这个题你读懂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看，你知道哪些条件？第一个，台风中心位于 A 市东偏南30度，这是不是第一个条件？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 A 市怎么样？距离 A 市600千米的洋面上是谁？是台风中心，距离 A 市600千米的洋面上，这是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呢？啊，它以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向 A 市移动。首先我们就已经了解清楚了题意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，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？首先我们来看，东偏南30度是什么意思？谁是参照点呢？想想看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看，老师啊先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参照点。大家记住了啊，凡是出现两个名词，你看第一个名词这个是什么？台风中心，这是第一个名词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名词是什么？ A 市。凡是出现在第二个的名词，我们就把它定作参照点，明白了吗？
凡是出现在第二个的名词，我们就把它看作参照点。那么在这个里面，参照点是什么？参照点就是 A 市。假设 A 市就在这里，好吗？我们假设这里是 A 市。那么东偏南30度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动画，哎，说说你对东偏南30度的理解啊。好，你看到了吗？再来一遍。这个就是东偏南30度，以东为起始点，往南方向旋转30度，就叫做东偏南30度。明白了吗？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应该是明白了啊。记住，出现的第一个字，你先找到它，东，把它作为起始边，偏南，第二个方向，找到南方，东偏南，就是往这个方向走，对不对？好，东偏南多少度呢？30度，所以我们只要转这样一个度数就行了。你会了吗？应该会了啊。好，那么如果我们用南偏东，又该怎么样来表示呢？南偏东，首先找到第一个方位名词是什么？南。那么我们是以南为起始边，南偏东，对不对？那么是不是南方往东方走啊？那是这样一个方向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哎，用南偏东我们该怎么来表示？之前东偏南，我们后面加了一个什么？30度。那么南偏东应该是多少度呢？这个是30，整个这个是多少？90。那么剩下的这个角度跟它相加应该等于多少度？90度。所以它是几十度？它是60度。听明白了吗？哎，应该听明白了啊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表示，南偏东60度。那你来思考一下，这个红色的线，你怎么来描述它的位置？你来说说看。啊，有同学说了，我可以这样说，以西为起始边，那么就是西往东边，往南边走，口误啊，往南边走，那么就是西偏南多少度？30度。那如果我们是以南为起始边呢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由南往西走，多少度？30。那么这个角就是60度，就是南偏西60度。刚刚老师提到过的，哎，东偏南30度和南偏东60度，它们是不是表示同一个方位？是的啊，它们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。那后面的这个呢，大家看后面的这个，南偏西60度和西偏南30度，它们表示的是不是也是同一个方位？是的啊，它们表示的意义也完全相同。那好，刚刚呢老师已经分析完了啊，我们也知道两个方向存在什么样的相同点和不同点。那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如果只考虑方向这个条件，你能够确定台风中心的具体位置吗？我只考虑方向，刚考虑的是什么方向？东偏南30度。那么东偏南30度是不是就是这条线？是这条线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确定台风中心的位置？不能，对不对？这条线上任意一条点
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台风中心。我还可以怎么样？无限延长。为什么？这是一条射线，这是 A 市，我们从 A 市射出一条线过来，可以无限延长。所以你不能够确定台风中心。那好，那你觉得我们还要添加什么条件呢？想想看，刚刚我们题目中是不是已经说了啊，我们呢还需要知道台风中心与 A 市之间的距离。那么在图上你能够找到台风中心它的具体位置吗？应该是能的啊，我们来看多少，是600千米。大家注意了，这里一小段代表的是100千米，这有多少段？一段、两段、三段、四段、五段、六段，所以总共是6000米。你会数吗？应该会数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，台风大约多少小时后到达 A 市呢？想想看，之前我们题目中有没有提到这样一个条件？台风以每小时20千米的速度向 A 市怎么样移动？所以我们大概多少小时会到达 A 市？记得那个公式吗，孩子们？路程等于什么？路程等于时间乘速度。是不是？现在路程你知道吗？路程我知道，路程是多少？600千米。对不对？然后时间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个是我正好要求的。对吧？速度呢？速度是每小时20千米。那么这个方程你会解吗？应该会解啊。我们可以用积除以一个因数等于另外一个因数，对不对？就是用600除以20等于多少？等于30分钟。好，30小时啊，说错了，是30小时。那好，这个例题我们就已经分析完毕了。你弄懂了吗？应该弄懂了啊。老师再强调一遍，我们的参照点是看第几个名词啊？是看第二个名词。那我们怎么来确定方位呢？先找到起始边，以东偏南30度为例啊，先看到起始边东第一个方向词，第二个方向词是南，那么东偏南多少度？30度。会了啊。那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练习。首先你来看一下这个题目，我想问一问，在这个题目中所有的参照点都是哪里？你能找到吗？应该能，对不对？就是第二个名词，第二个名词是什么？这里的第一个是学校，第二个名词是小明家，这里的第二个名词也是小明家，所以我们的参照点是同一个地方，就这里，小明家。好，你找到参照点了，我们来确定方位吧。学校在小明家北偏多少的方向上？以小明家为参照点，那么我们看已经帮你做好了一个方向图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学校在哪呀？学校在这里。那么我们是第一个方向名词是什么？北，找到北。北偏，学校在这儿，对不对？北偏，这个方向是什么？北偏。
偏东，是不是？北偏东，多少度呢？看一看，在这里，这是北偏东多少度？北偏东25度。那么距离是多少呢？我们看这一小段是200米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里有几段？一段、两段，所以距离是多少？所以距离是400米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第二题呢？以小明家为参照点，什么偏什么方向上距离是多少？哎，这个怎么填呢？这个就由你自己来决定了。那我们先来找到地点吧。第一个地点是什么？书店。好，书店在哪？哎，书店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书店在这里，小明家在这里。那么以小明家为参照点，你既可以说是以东为起始边，东偏南30度，是不是？你也可以说是南偏东，这个是多少度？60度。所以它有两种答案。那么老师在这呢，只出示一种答案，大家听清楚了吗？那好，距离是多少呢？这一段是多少？200。我们来看看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嗯，这个出示的答案上，我们是以东为起始边的，东偏南30度。那好，再看第三题，邮局。好，我们来看邮局在哪？哎，邮局在这里。小明家为参照物，那么你既可以西为起始边，那么我们就是西偏南多少度？这是50度，那么这个角就是多少度？40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角是一个直角，40加50才是90度啊，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表述成西偏南40度，或者你以东以南为起始边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写成南偏西50度，明白了吗？应该明白了啊。那么距离是多少呢？我们来数一数，1、2、3，3段，那么就是600米。嗯，我们来看老师这个黑板上啊，哎，用的是以南为起始边，南偏西50度。好，最后一个小题了，打起精神来。小明家和游泳馆，游泳馆在哪？游泳馆在这儿。那么我们可以用北作为起始边，北作为起始边的话，那么就是北偏西多少度？40加50才是90度，所以就是北偏西50度。或者以西为起始边，西偏北40度，有多少段？1、2、3，同样是3段，所以是600米。好，来看一下答案。那么整个题呢，我们就已经练完了。你学会了吗，孩子们？我们在确定一个位置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是方向，第二个是距离。那再来看看最后一个练习，这个啊，有同学又开始犯懵了，找不到参照物，对不对？记住了，第二个名词我们就把它当作参照物。第一个名词是什么？北京啊。这个第二个名词呢，哈尔滨，所以它是参照物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，以哈尔滨为参照物的话，上北下南，左西，左西在这里，左，不对，重来重来。好，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。那么北京就在哈尔滨的
这个是多少度呢？这个是西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南方。我们量出来啊，它应该是十度左右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西偏南十度，明白吗？西偏南十度，以西为起始边，往南方向移动十度。好，再来看，哈尔滨在北京的什么方向？在这道题中，我们是以北京为参照点啊。注意了，第二个名词是北京。那么你来量量看，这个角度是多少呢？这个角度是十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可以说，哈尔滨在北京的，这是什么？东偏北十度。好，这个是老师的答案。你呢？你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？想想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？应该是有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我们可以说北京在哈尔滨的，除了西偏南以外，你可以以南为起始边，说南偏西，多少度？80度，对不对？这里第二声后，你也可以说哈尔滨在北京的北偏东，多少度？80度。我们以北边为起始边。那好，这堂课呢我们就学到这儿，请同学们课后完成以上的作业，欢迎下次大家来学习，再见。